中国体操新增四位世界冠军，首次参加世锦赛及夺冠。北京时间10月24日晚，2021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在日本北九州市结束了全部比赛。中国队在两个项全能和10个单项中，共获得5金1银2铜，奖牌榜排名第一。中国队也新增了四位世锦赛冠军。2000年出生的张博恒，首次参加世界大赛就夺得金牌，他也成为中国第5位世锦赛男子个人全能冠军。